级汽车。大战暴龙装甲车。哇，是我最喜欢的电影。哦，是什么？暴龙装甲车。哇，看起来好酷啊。别磨蹭了，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。来了来了。酷宝。让我再看五分钟。要不三分钟也行啊。暴龙装甲车。嘿嘿，我有一个好主意。暴龙装甲车。酷宝。对不起，阿力。酷宝，你得专心点，我们今天必须建好这座大楼。我知道了。怎么回事？小心。是暴龙装甲车。酷宝，快跑呀。电影里的暴龙装甲车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情况不对劲，赶紧呼叫指挥中心。阿力、酷宝还有瑞博，你们怎么了？暴龙装甲车从电影里跑出来了，它推倒了我们的大楼。这怎么可能？不好，城市有危险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神跳车阿力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长手臂哐哐哐，把石头挑起来，大铲子咔嚓嚓，救援全靠它。大家别害怕，快去安全的地方，我们来帮忙，不许你伤害大家。大口子甩呀甩，紧紧地抓住你，一二三上后拉，哎呦头破啦，水泥变变变，高高墙壁困住你，站住别想跑，糟糕。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出个大洞洞，等着你快靠近，快速掉进去，滚筒转呀转，水泥水泥哗啦啦，变成雕像吧。成功了，快开始修建大楼吧。挖掘机挖呀挖，大吊车搬呀搬，搅拌车转呀转，工作开始啦，加速来建造，一层层越来越高，大楼建好了。哇哦，大楼比之前的更好更高了。说起来，这东西到底从哪儿来的？哼，你以为我又失败了吗？不，我还准备了升级版。怎么回事？给我停下！快停下！博物馆风波。我们来玩轮流扮演霸王龙的游戏吧。好呀好呀。可怕的霸王龙要来抓你们啦。
在博物馆里不要追逐打闹。哦，麦多多，你不是最厉害的霸王龙吗？怎么摔倒了？哼，霸王龙生气了，我要把你抓住。霸王龙来了！救救我！看来我需要支援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安琪，有什么事吗？我站在博物馆里，这里发生了事故，你们看。别担心，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哎呀呀，博物馆里乱糟糟，走走走！哎呀呀，恐龙化石不见了，全碎了！哎呀呀，所有雕像都倒下！哎呀呀，我们快点行动吧！嘿呦嘿，伸出我的长手臂，有力气！嘿呦嘿，大大石块吊起来，嘿呦嘿，恐龙化石找一找，嘿呦嘿，一块一块搭建好，完成了。哇哦，霸王龙又出现了，可是雕像怎么办？看我的魔术表演吧。变呀变，大大滚筒转呀转，转呀转，变呀变，七彩水泥变出来，好漂亮！变呀变，小小裂缝修不好，变呀变，变回原来的模样。哇，好神奇！我来啦，张开翅膀飞呀飞，飞呀飞。我来啦，受伤疼痛别害怕，别害怕。是放在哪？呼啦啦，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中间。呼啦啦，呼啦啦，雕像雕像放在哪？呼啦啦，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旁边。呼啦啦，呼啦啦，超级汽车有办法。呼啦啦，呼啦啦，一起一起回来啦。快递，太无聊了，我们该做点什么呢？朋友们，我们去做些有意义的事吧。什么是有意义的事呢？
找到了。我们到底要干什么？看到那辆大货车了吗？它可是超级汽车哦。看到了，它正在送快递。没错，如果我们也去送快递，那我们就能成为超级汽车。行动。谢谢你啊，斑斑。没什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了，我们快走。我怎么感觉肚子里空空的？我帮你看看。糟了，你的快递不见了。什么？贝乐虎，开心虎，大事不好了！斑斑，请你保持冷静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肚子里的快递突然全都消失了，希望大家能帮我找到他们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巨无霸货车，斑斑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大炮出租车，米娜。超级汽车出动。超级快递员，送货快又准，走过这条街，穿过大森林，翻过这座山，马上就到达。好像掉了这个，没关系。丢丢丢，开雷达，沿着街道找一找，一个两个找到了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森林里面找一找，一个两个都找到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超级快递员，送货快又准，农场和果园，快递一送达，想一转是那目标游乐园。哎呦，这不是我的。来到农场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，这是果园的快递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果园里面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，这是农场的快递。你们为什么要拿我的快递？我们也想像你一样帮大家送快递。好吧，不过送快递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对不起。明天正好有很多快递，我需要些帮手，你们愿意来吗？好呀。